乡亲啊，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哈、哦。我是曾淼宏詹教授哈、哦，台湾独立党的主席哈、哦。今仔日来到哈、哦、台北市哈、哦、堤顶大道的堤防外面，这个布花外口哈，跟大家乡亲哦交换地位，交换什么地位呢？即嘛是安尼啦，吼、哦，即嘛是安尼啦。我吼安尼最近安尼，参加咱台派独派吼，安尼接触吼，我甲归类啦吼。台湾吼，希望台湾吼会当独立建国吼，诶系统吼，即嘛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吼是靠体制外的系统，譬如吼是蔡英文吼，蔡英文因一批吼，周围人因吼因希望。对系统外系统外面跟美国政府展现力量来独立建国系统外啊，系统外有一个特色，不参与中华民国政府的选举啊。啊，第二个系统呢是体制内的独立建国啊，体制内的独立建国就是当初的民进党民进党系统吼，排毒啊！但是吼，目前这体制内的独立建国吼，依照我看起来吼，体制内的独立建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哦。啊，选举啊，恁台湾人较选吼，都选袂赢人啊。啊，跟若选赢人，你比以后吼，你比中华民国的体制以来吼，以后吼，就算参与新潮流，这个新潮流者吼，小英新潮流，因这几旁的吼，怎挂去吼？他们因为挂去吼，透过中华民国变成中国人了。他们坚信蒋介石的理论吼，可以吼，反攻大陆，解救同胞了。伊甲咱台湾人吼，看这中国人安尼咧用啦。所以讲这种系统啊，所以讲哦，系统内底，但是吼，依照目前这个趋势吼，美国如果支持你系统外的人哦，可是你没有民意啊，太麻烦，没有民意啊。所以说吼，我就无迄个名啦。所以讲，我若是蔡英文啦，我吼，我就把吼中华民国的首都以及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全部圈到真的中国的土地，叫做金门跟马祖。然后呢，我就说哈、哦，台湾人，你如果我是蔡英文，我就把首都以及五院圈到金门马祖，好、哦、来啊，然后呢，然后点圈到中华，圈到金门马祖。这个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金门马祖才是中华民国，也就是中国的土地啊。哦，这些黑人哈，啊，但是哦，所以讲金马哈，到底咱台湾人哈，浮在台面上的，有名义的，国际上才会看得到。但是咱台湾人哈，体制外哈，这个所以说这透过体制外，透过体制内。真的需要台湾人展现智慧了。最好的方法是体制内加体制外，大家来一起合作了，造成国际上看得到的民意啊！哇，这是标准的台湾人。美国人现在找不到台湾人了，因为中华民国内底不是台湾人，啊，甚至那内底的台湾人摕到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们看到了眼前的荣华富贵，鬼弄港一样。只有继续维持中华民国的体制，他们才有永远不尽的荣华富贵。跟他心跳有一配。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有相当大的理想性、啊、对不对？也是啊，党外啦、啊，相当大的理想性。可是，当他们取得毕业以后，进入社会。取得政权以后呢，发现这么多的荣华富贵，只有 keep 住哦，只有按照目前的脚步这样 keep 住的话，他才有永远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这悲哀啊咧，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所以讲吼、哦，咱台湾到底行体制来啊选啊，永远拢选输，因为吼、哦、蒋介石吼设计诶中华民国的体制，让金字塔的上层结构哦，全部都充斥着中国人啊，现在是全部都充斥着中华民国人了、啊，所以说吼、哦。咱台湾哦，说好金字塔上层结构家的人，诶，中国人跟中华民国人打架，台湾人说无声音啦。啊，台湾人你无你去选举吼，体制外，他们没有错，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体制。所以讲吼，到底体制内、体制外，我们如何去瞧出一条吼独立建国的路？啊，我是吼。就切心是切心啦，切心才心潮流，心潮流的，人家吼，哎、欸，帅哥美女呢，要大家怎，大家生啊吼，人模人样的。我跟你讲，读书人卖国吼，才够狠。读册人咧袂讲吼，要较狠，更狠。所以说吼，只有吼打烂、打破这些读书人的心机啊，吼，所以讲吼，来来没算故啦，不是。民进党的新潮流以及蔡英文的党内的意志说了算的。我讲，人家吼是中国人咧，是中华民国人咧，所以讲我的看法咯，就是吼，现在咱1945年住伫台湾，这的台湾人吼，我们要及时管理，如何让体制内、体制外的台湾人吼，会当坐落来讲，吼，坐落来等大家瞧。瞧了吼、哦，啊，即马是3月23日下晡2点吼，伫鬼城大楼，叫黄胜峰家吼，华丽建国吼、哦，也是值得一试。任何一个可能建国希望、独立建国希望的希望吼、哦，我们都不应该失掉，我们都应该。咱老啊，我今仔日跟你讲啊，40当前啦。我叫人不要嫉妒了。40年后了，人家到网路来上跟我讲说，劝我不要嫉妒了。啊，是在当老鬼，是在当老鬼。所以讲吼，任何一个独立建国的希望，都存在每一个台湾人的心中。虽然我们被新潮流、蔡英文他们绑架，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的希望。3月23日，鬼城大楼的黄胜峰就叫。少年人，和少年人去冲啦！因若有想要冲啦，啊，咱老的甲捧，哦，老的甲捧，啊，刺蒋案的大哥级郑志才，这拢是吼牺牲家己的一生吼、哦，来吼纳兰台湾，因为迄阵较早蒋经国吼，他们蒋家嘛想要一路这样传承下来，迄个是吼，迄个是郑志才甲吴文龙因两个吼也成结单。大一个蒋经国惊到以后，哇！台湾人好吹台青嘞，较吹台青嘞。所以说吼、哦，有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动作，造成了中华民国蒋家政权哈、哦、思想的改变，吹台青。那现在这少年人要出来哦，老伙啊，所以讲吼、哦，我们吼、哦、少年和少年的冲啦。老伙也给他听了，我是抱着任何一个希望，我都不会放弃的人呐、啊。哦啊，所以说哦，以上是我对咱台湾独立建国体制内、体制外，我们应该如何协同一致去完成台湾独立建国，赶走这些哦中华民国以及中国人哦。啊，但是哦，人家代表人哦，1949年以后来台湾，他们认同这块。我们欢迎他跟我们一起成长，变成我们到底的台湾人。因为台湾的文化现在已经哦 ，miss 已经哦联合了很多的东西了哦啊，所以讲英雄是我哈，曾淼宏、詹教授哦，台湾独立党的主席，我对台湾独立建国的看法哦啊，希望咱大家吼前辈吼来多多指教。我也欢迎哈，什么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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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立场哈，我欢迎任何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的人加入台湾，哦，加入
甚至我的好朋友爱沙尼亚的贤寒啊，甚至我哈印尼的好朋友哦啊，我印尼的好多好朋友哦，我还有任何人你认同台湾这块土地，我们都欢迎你变成台湾的主人。OK， 体制内、体制外，我们如何 push 让台湾赶快的独立建国，不要再受中华民国那些哈贪官污吏的中华文化的狗屁影响。OK， 好，谢谢，再见。